大家好啊，咁啊，李昌彪喺呢度同大家介绍几只 C Master 嘅复刻版啊，华哥。系啊，呢啲都系你老友，哇，啲特别版都攞落嚟，系俾我哋卖啦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睇下啦，等我对焦先。如果唔系，又有啲朋友话我唔识对焦噶啦，系真系好湿滞啊。有时啲人咁啊 ，OK， 对焦完啦，咁啊睇清楚啦。系啦，咁啊，依啲就系依个 Omega C Master 嘅复刻版啦。呢两只系钢嘅，钢嘅。咁啊，有蓝面啦，有黑面啦。咁啊，呢只透底可以睇到副佢嘅手机芯啦。咁几钱呢？呢两只睇下先。51,300，咁都有折嘅。咁啊，折扣唔方便喺度讲。OK， 咁啊，依只。呢只就特別啲啦，因為佢呢只復刻版咧，佢就用咗啲特別嘅金屬啦，係銅同埋金嘅混合。哦，有銅，又有金，係咁啊，就九 K 金，係咁啊，依只嘅工價就係100,800，咁當然都有折啦，咁啊。最主要是看你喜不喜歡這種物料和這個整個外形啦，那可以下來來窗邊看件實物的 OK、啊、那有興趣的就下來來窗邊啦，拜拜。拜拜。